感谢您吧。哎，这个别笑了。这场呢，把我们小哥俩换上来了，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有认识我们的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，得说一说。有记记梗的名字，还记记梗的名字。你甭管了，有自己的名字啊，叫秦霄贤，相声界小学生了，谢谢。回来，很开心、啊。有什么可开心的？也不是所有人都鼓掌。你看那七个鼓掌了吗？这有人吗？这是我们的地儿。哦，待会儿的。很开心吧？介绍完我了，也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。哦，叫何九华。哦。就说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曾经来过一次。你谁来过呀？我。哦，窦骁社第一季的时候，我们在这儿录的。哦，来这儿也比较亲切了。哦，很幸福，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环节。嗯，我们德云社的所有演员呢，坐在这儿吃饭，吃了一个黑暗料理，在这儿。哦，这家宴。在一来到这里，我就觉得，怎么觉得有点恶心啊？这是难受，我就反正。哦，但是很开心，在这边演出。我们说相声来讲呢，其实就是说。嗯，那在这来讲了，有很多节目其实会带有方言。哦，就是方言土语。哎，对了，会有一些，比如说，学一个山东人说话呀，山东话，会有这种的。那我跟他们不一样，嗯，我说外语，外语就外国话说的特别好。哦，就是德语、法语 ，English， 对对对，英语，哎，说的非常好、哦，是吗？对，因为咱正经在国外待过。哦，美国知道吗？美国我就不知道。美国的英文会说吗？美国。这破包吧你，但是乐了，踹下去我都给你啊！有英文哦 ，America， 笑是笑，你那仨小伙子笑的有点过分了啊！我听出了嘲讽的感觉，啊，这都能听出嘲讽是吗 ？America 不对吗？哎，对对呀、啊，这是不是你泰国的老乡啊？这是。你什么怎么就泰国了呢？你再给我发一遍，跟那个英语 ，America， 对对对，泰国对。哈，我听完这个英语，我都想吃咖喱鸡了，知道吗？这个，你提什么咖喱鸡呀、啊？废话，冬阴功的味道啊，这是。就是这个感觉嘛 ，America， 不是不是，啊啊麦，我也说不清楚 ，America， 啊麦麦 America， 有简称什么 ？USA。下回说简称、就是、对不对？嗯，咱正经在那待过很多年哦。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说相声的，是都知道。嗯，网上都说您不是说相声的，是。其实我隐藏了自己的身份。您隐藏什么？我是一个。怎么了？裤子掉了？这是？谁？你裤子掉了？提字儿啊？我是一个，看看我这个身形，看不出来吗？你。哟哟，我吓我一跳，好，看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您是不是要瘫痪呀？您是不是？你看看我像干嘛的？野人，你要野人干嘛？怎么草裙舞都要跳上了这个？不对不对，您干嘛的呀？我，嗯，你扶好了吗？我，你岁数大，你腿不好。这跟岁数大没关系，你先说出来。你扶好了，扶好了，扶好了。我，是一个。舞蹈家，哎，没摔着，没摔着，你吓我一跳。您是一什么？跳舞的，哦，舞蹈的从业者。对了，嚯，为什么咱在那喜欢在国外？嗯，因为咱这个水英文水平好，嗯，跟老外打一个平手。嚯，那您水平挺高。他说的我听不懂，嗯，我说的他也听不懂，我可没翘啊。就是谁也不明白是吧？就是他说他的，我说我的呗，各聊各的嘛。就是英文好，您英文好，随便考我，我考考你啊，随便考啊，行吗？别超过初二啊，初二就不太行了。好，苹果 ，Apple， 啊、哦，香蕉呢？哎，香蕉就你吓死我！你这就让我扶着点啊！都是香蕉就比你可爱一些了。怎么还可爱呢？你要想想，你现在是四岁的孩子，我想不到。那是找那种可爱的感觉，那种怎么要吃奶呀、啊？这是banana。
那就这劲儿啊啊！行，你等会儿啊。哎，从一个34岁的男人嘴里听说这个，真不怎么地。你是让我学驴的吗？这是可爱的感觉，天真无邪的感觉，笨笨呐，行吗？怎么了？哟呵，怎么吃黑暗料理了？这是又让我想起第一季，学的怎么样吧？不错，倒是 我是真不会，音别错就行。笨呐，那么笨。你别来了，换个吧。我不会，主要是。哎，那橘子呢？哎，这个就更难一些了，我还得学。这个要包住自己的嘴啊，发哦的音。哦，这边 orange。我教。你教啊，教啊。你都把这词儿说出来了。没有，你再说一遍。orange。对。对，我教的呢，我不太会。那么抢我包袱了，你这人！我再来一杯不可乐，你来吧，随便考。啊，哎，草莓怎么说呀？哎，这个比较简单了，简单。这可能稍微长一些，这个拼起来啊，哦、拼起来是 S， 我给你们教吧，音儿。Strawberry， 你再来一遍。Strawberry， 怎么有股哈尔滨的味儿呢？怎么？好好给你来一回。哎 ，strawberry， 这是草莓。草莓哦，哎，那蓝莓呢 ？blueberry。那杨梅呢 ？mayberry。哎，前面我不明白，这 may 我可明白啊。may 就是杨梅啊。你这都超过初二了，初二没叫我杨梅。你问点别的吧。哎，太阳能怎么说呀？我六年级就洗澡了。三看，看，太阳能是吧？别问了，你这又漏气了。我再想考一个。别问了，我就想考一个，就想考一个。悉尼歌剧院怎么说 ？Sydney's KTV。嚯！哎呦，没想到这个建筑是一个量贩式的，是吧？别问。哎，天线宝宝怎么说呀 ？WiFi baby。走走。你抱在那儿喝点古力多去吧，行不行你？咋了嘛 ？WiFi baby 还多好？什么玩意儿这？所以我能跟老外打一个平手。那是，我说他肯定听不懂。对，但咱正经在国外待过。哦，这咱不玩笑。怎么着？去过国外吗？我没出过国，没有去过英国。英国的饭店去过吗？英国没去过，英国的饭店能去过吗？英国的饭店呀，楼上都舞厅。哦，没什么事，我吃完饭了，我老去跳舞。哦，他们那边人都认识我。是啊，一看我来了，老说想跟我一块跳个舞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人家。哎，这么着好不好啊？您听我的，您在这儿给我们跳一回行吗？怎么跳？什么怎么跳啊？没法跳。怎么没法跳啊？没法跳，我自己来的。自己来哦，那还真不行。我这个都是两个人的，我们就得要舞伴儿。哟，那我不太会、啊。你行吗？我不会。没关系。怎么着？我有人啊。你带着舞伴。我带着舞伴来的呀。哦，来，掌声有请一下我的舞伴。带着舞伴呢。啊，这是您舞伴是吧？啊。您是他的舞伴儿。他的意思是是。哦，是，这是我看得明白这个。您叫什么呀？啊，曹鹤阳，曹先生。哦，曹鹤阳，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呢。怎么了？叫老师啊，曹鹤阳，曹老师，好好说。礼数还真大。您平时跟他一块合作吗？这句你解释一下吧。他的意思是合作过一段时间。这是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。这都是你们俩的暗语吗？是吧？哎，那今天你们打算跳一段吧？哥，这我真没看懂。哥没看。
是。这跟点一下头一样啊。我也还在跟曹老师学习啊。那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跳一回啊？舞伴也来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行啊，你们可以开始展示。那我们需要伴奏啊。伴奏，哎，这个音乐我还可以来一点点。你还能来这个伴奏吗？对对。我的天哪！啊，你们俩负责跳。可以，好吗？那我们从哪儿开始？我们从第三出开始。随便给个音乐吧。哦，嗨，随便给音乐啊。我们的曹先生要捯饬捯饬。啊。怎么还？哦。哎呦，真是，这真是话不多，事儿还挺多，真是。我们的曹老师不拘小节。您那里边有那个紧身的秋裤吗？您那里。开始，你现在就是伴奏。我知道我是伴奏，我起誓。哎呦，起誓，你们俩是要起誓。挺好，您今天算抄上了。您以为就是纯是相声的？没有，我们那艺术形式很多。快点吧、哎、我们俩人跟避雷针似的在这儿，这跟我们家八音盒那造型一样。快点，马前马前的了。快点吧。等待滴滴在等待待待滴待滴答滴答，我怎么觉得我这音乐不对呢？哐哐哐哐哐的铃哐铃铃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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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的铃哐铃铃哐。行了，等过来，过来。哎，你们俩这是跳舞，我们这是耍猴。嗯，病了。